哎，老板，这人是不是你？对啊，是我呀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说着玩的。你说这玩的，我跑了2000多公里，我开车专门过来的。谁想到你真能来呀？那我不管，我来都来了，你就是这儿怎么钓吧？我这鱼都可大了，你们女钓手钓不了，太大了。别吹牛，我们女钓手怎么了？没钓过大鱼啊？女孩子真能被拉下去，拉下水。 我负不了责任的，别这么多废话，你就是怎么玩吧。确定要玩是吗？我这规矩可多，2个小时之内成功钓上2条鱼，算挑战成功。如果中间跑鱼、切线、爆竿、人下水，挑战失败，失败要做惩罚。什么惩罚？惩罚的话，你这样，我这个笤帚你拿着它，在我水库整个周围打扫干净。这么大水库，我得扫到什么时候啊？那你不敢玩就算了吧，你回去吧。啊，可以。 没问题，我来都来了，我还怕你啊？哎呀，这小姑娘，那我要是挑战成功了，你得听我的。没问题啊，随便说。这鱼不大吗？我如果挑战成功了，你给我来10条鱼，我要带走。10条？嗯。10条不少钱呢，我这鱼可金贵啊。嘿，刚才那嚣张的气势呢？你行，来来来来来，找。可以是吧？可以。那我去准备装备。好，行，一会儿见。来，来我这钓鱼得用我的竿，这是我的规矩。 你这能不能钓啊？当然能了，这竿子可轻了，刚好适合你们女孩。你可不能忽悠我的。放心，绝对不忽悠你。行，那一会儿见，从我下边开始系啊。好的。这鱼塘不大，它事儿还挺多，还必须得用它的竿子。我现在一定要挑战成功，然后拿它10条鱼走。姐，你不是不爱吃鱼吗？你拿它鱼干嘛呀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们现在短竿长线，拖底钓法，只要中到鱼，个体一定小不了。 死！啊！我的天！什么玩意儿？我操，手啊！什么鬼？你这个！我去！谁的破杆啊？完了，鱼也不见了。鱼也跑了，我真服了你的老六。快，兄弟们！快，小心！ 吴天宇，你看你用的什么破竿把我手扎成这样了？鲫鱼竿啊！鲫鱼竿，你再钓这个大鲸能用鲫鱼竿啊？我是能钓起来，别人也能钓起来。你钓不起来是你技术不行。你别在这给我捣乱！天王老子来了，他用鲫鱼竿都钓不起来大鲸，你玩得起吗？能不能玩得起？玩得起，但是你看你现在你已经受伤了，你不能钓了，你别钓了，好吧？我不钓了。姐姐，你别钓了，我负担不起，我承受不起。你说不让我钓就不让我钓，我白跑一趟是吗？那你看，那现在你已经受伤了，用我自己的竿。 用你自己的竿儿，对，这竿子跟我竿子差不多。那你用我的吧，我不用你的，你再给我做手脚呢。不可能，怎么会呢？确定要钓是吗？确定。如果被鱼拉下水了，断了竿了，受了伤了，我可不负责。我不用你负责，我用我自己的出了事儿，我自己负责。好，那咱就从头开始，从第一条开始。可以，可以是吧？可以。来，直接开竿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还从来没抱过竿呢，没想到栽这儿了。 我们这次带个手套吧，它这里面的鱼确实有点大了，我一定要给它钓上来，看什么怪物能把鱼竿拉爆了。继续甩个大鞭，走你！来了，终于！哇！天哪！ 吓死我了！我刚才抬不起杆来呀，差点给我拉坑里去。可以呀，你这鱼，哇！往里扎，这么大劲儿吗？天哪！我好慌！哎哎，我天哪！不行，抽到地上！哎呀，我天哪！哥，你这是要不要飞起来呀？你给我等着的，吴天宇，你看我怎么拿捏你就完了。来，过来。 来，我们去这边遛它。来，让我们看看这条鱼有多大。哇，还没出水面呢。我天哪，还没出水面了，兄弟，这鱼也太猛了，刚才差点给我拉下去。哎哎，完了完了，回来回来，出水面了吗？ 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大劲儿！来呀！不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把我上边竿直接干爆了！我去，又往下面扎，吹饼别跟我捣乱你，你干嘛？
你记得我求婚。来，我的天哪，上来！由于我们的主线比较长，所以不太好控御。回来啊，兄弟！哇，上来啊！哎呦，好久没叫大声了，还是依然那么刺激。来，来，准备准备，超头，超头啊，超头！漂亮，哈哈！哎呦我天哪，我这六个鱼心惊胆战的，看看我的鱼，来，哇，好大呀，这条，这青鱼得有20多斤吧？来，啊，我手还疼着呢，都怪你，兄弟们成功上来一条，一，第一条，挑战成功，继续，给我放护里，一会儿带走，放护里啊，让我们继续。哇，终于哇，来呀、啊！啊，好了，啊、没有，没有，他游过来了，没跑，没跑，大哥，他从这边游过来啊！哎哎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，兄弟！什么鬼，我这么大钩你都吃，这么大的螺他吃这个鱼，我真是服了，这不能算，这不算啊，你不要钓上来就算吗，这怎么不算、啊、哎，吃饼吃饼，咬它，咱挑战的是青鱼，他就当过客好不好，啊，加油，小插曲，继续钓是吗，啊，好不容易来一口，没想到是他，我真是服了，让我们继续吧。Later， 失败的就是失败了。我不服，还要再来一次。不服也得把惩罚给我做了。来，把我这个地先给我扫干净。扫地可以，我明天还过来。把地扫干净了之后，明天我过来检查干净，明天让你挑战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五天。好哥，要个鲤鱼还不错。还炸我手了，这么多祸事，我才不服你！